不瞒各位说，最近我有一个很大的困扰。事情是这样子的，平时晚上到了睡觉时间，我会先确认两只猫咪们都在客厅乖乖睡着后，我才会帮他们熄灯，晚安啦。然后偷偷的回到房间，独享舒服的双人床，进入梦乡。但到了隔天，就会发现，原本能睡的大空间被挤得比单人床还要窄。原本想说偶尔大家挤在一起也是挺温馨的，忍一忍就过去了，没想到奇怪，所以到底为什么他们俩最近这么反常？明明之前不是这样子的啊。大家要不要一起去房间睡觉？俊龙，你要不要一起睡？实在是太奇怪了，我赶紧上网查了一下，发现猫咪睡不同的位置代表着不同的含义。难不成这两姐弟其实是在释放某种讯息？我懂了，其实你们两位根本是在业配这一张能够安抚身心灵的 Love You 撑腰热眠床二吧？太强了，我竟然现在才想通。三个人睡得那么拥挤，理应会很燥热的，但二弟还能睡得那么香甜，就是为了凸显这张床有水冷胶与天丝布，躺起来透气凉爽吧？而一姐睡一睡，不经意露出舒适的表情，肯定是为了强调这张床是记忆棉，有沉浸放松的功能。至于你们两位这几天硬要一起挤在这张床的原因也很明显了，是为了做长时间及大重量的测试，来证明这款独立桶非常的耐重。唉，我竟然现在才发现原因，两位业配前辈的实力真的好强啊！